花灵让我们帮忙准备今晚的海神祭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们快过去帮他好吗？使用轻功时会缓慢消耗轻功值，轻功值不足则无法再使用轻功，常规状态下轻功值会缓缓恢复。你又躲在这里逍遥，什么啊？这么几下子就差不多了，我看你是欠揍了。花灵，你在磨蹭什么呀？还不快来帮我准备庆典晚宴。李叔，你安心做大餐去吧，剩下的食材交给我准备。哎呀，小瑶，还是你体贴老头子。你们几个快点帮忙。哎，你们等等，把我新做的衣服穿上再去吧。点击使用技能攻击怪物，使用技能来攻击草金吧。好可爱，真想养起来。你们总算来了，年纪轻轻就拖拖拉拉的，想当年。
快让你们的飞鱼旗飞起来吧，为年轻人的梦想和热情吧。海神啊，我希望花灵啊，是该好好向海神祈祷，希望有男人愿意收了你。在冲刺跳跃的过程中，再次点击空格会进行空中腾跃。我听到爷爷的咆哮声了。会缓慢消耗轻功值，轻功值不足则无法再使用轻功。常规状态下，轻功值会缓缓恢复。这道海神跳墙可是老夫的心血，半点都不能疏忽。死丫头，在那里嘀咕什么？快把菜端去给客人试吃。铃声，是爷爷在召集大伙儿，我们先过去好吗？哎，等等，把这道海神跳墙带去，赏他一口尝尝。皇宫偷吃，想当年云垂皇宫里珍馐遍地，龙肝凤髓，每天八百流水席。哎，打住，海叔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今天耳边似乎总能听到海的怒吼，这种不安的感觉。去吹小号角。哦，总算回来了，等死姐了。女人就有束缚，还怎么乘风破浪？
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回来的路上遇上了海妖，差点葬身海底。哎呀，多亏了一位驱魔师，他。真的，鬼！请收下老夫的一点心意。不必，除魔是我们怒灵的天职。收着吧，真想谢我就快弄点吃的，快要饿死了。点击任务追踪面板中的 NPC 名字，可进行自动寻路。在冲刺跳跃的过程中，再次点击空格，会进行空中腾跃。有了女人就有束缚，还怎么乘风破浪？